谢谢你。早安。晚上要在那边了，知道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这里，哦，这么挤，啊，现在挺这么挤，这么紧张要喝那边，是不是？会给你喝那边。现在都自己玩了那个。刚讲完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喝那个，这样喝那个最舒服了。开心哦，原来一元啊，哇，赞，念，林养群，一起赞念林养群，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赞，念，林养群，一起赞念林养群，准备啦，意大利赢了，
他不懂什么是意大利语的，一头雾水。一头雾水。对。麻烦在讲什么？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哎呦，笑笑，哎，啊，抓抓鸡鸡啊！鸡鸡也可以抓一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瘦子叔叔说啊，女生不喜欢大鸡鸡，啊，三公分就好啊。这可以播吗？不行，赶快卡掉了。好，先用拳，我们来看，先吃鱼。先给你吃鱼，吃鱼。好，今天好吃鱼啊！哎呦，太大口了。好，我们吃小口一点。那你手上还有啊？哇，好棒哦！我不会把它捏爆哎、欸。啊，你有慢慢在吃鱼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口先吃蛋白质，哇，好好吃！小哈觉你好棒，会吃鱼了。这里，哎呀，笑爆！哎呀，笑爆！妈妈笑爆你，捏爆！怎么样吃？哎，笑死我了！啊，可爱哦！嗯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哎呦，好笑！妈妈跟鱼一起蒸的哟，一定很好吃哈！你好久没有吃洋葱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干嘛干嘛？会散掉吗？嗯，这边。这里，这一块，哇，你喜欢吃洋葱？小永泉喜欢吃洋葱，吸那个洋葱汁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啊，好好吃啊！
烤南瓜，哎呦，不怕你捏爆了，但是还是捏爆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哦，有比较有成型的感觉。看你喜欢不喜欢吃烤的南瓜，烤南瓜也好吃，好甜哦。嗯，那是皮，那是皮呀、啊，你要吃皮呀、啊？对对，这一块，配洋葱很棒，很健康。会吃吗？会吃手上这些吗？这个这块给你，这个这一块，哦，好好好好，你自己拿。怎么这么执着皮呢？很执着那块洋葱，对不对？啊，好痛啊！还有一块给你，黄金奇异果，慢慢拿。哎呀，饭后水果给你吃，黄金奇异果。哦，酸，酸啊，但是爽啊，嗯。嚼，慢慢嚼。吃果汁，你在吃果汁对不对？啊，吃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洋葱一起，你要配洋葱哦，这不是奇异果，来这个，这里呀、啊，哎呀，给你。
你也穿每天换布布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嗯，那你扣气一下，哎。哆啦 A 梦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大熊，你是大熊，嗯、啊，既然小夫，然后敬你而一敬，是先小夫，小夫以前叫什么？既然胖小夫，自己拿的对不对？嗯，小阿菊好棒啊，怎么那么棒？你是最棒的宝宝了，嗯，你是最棒的中宝宝，你是中宝宝，你不要看爸爸，嗯，嗯，你要这样喝，你要这样喝妹妹是不是？嗯，擦干呢，小阿群群要擦干才能穿布布。哦，打这么大的哈欠。你打这么大一个哈欠，哎 ，no no no no， 不装，我们不装娘娘。哎 ，no no no no， 哎，哎呦，哎，娇娇嘞，哦，小勇群是想睡觉，对不对？小勇群是想睡觉。晚上有看到两个小矮人在帮他们做鞋子嘞，哇！他们说一个坐在工作台上，一个坐在椅子上，拿起皮革用针线缝了又缝，又锤又锤子敲了又敲，动作非常灵活，哦，手脚也十分灵活。鞋匠夫妇看了觉得十分惊奇，小矮人很快就做好一双。接着又做好第二双，你看，你看小矮人，两个小矮人，哇，他们在做鞋子耶。接着到了黎明的时候，都已经做好了。秀秀，嗯，秀秀，那你看，看好，天快亮了，小矮人匆匆忙忙的离开工作坊，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。啊，第二天早上，你看，鞋匠夫妇，哇。太太无限感慨地说，帮我们做鞋子的那两个小矮人好可怜，连一件衣服都没穿，如果到外面去一定会冷得发抖，我就跟你一样，就跟小泳裙一样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嗯，小矮人也是会冷得发抖啊，如果没穿衣服的话，我要替他们缝制上衣、裤子还有小小的鞋子，嗯，这是我们报答他们的好方法，赶快替他们做吧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鞋匠马上点点头赞成。于是鞋匠夫妇就开始认真的缝衣服和鞋子咯。你看，他们帮小矮人特地要缝小小的衣服、小小的裤子跟小小的鞋子耶。哇，直到傍晚的时候啊，他们俩就把两人份的上衣、裤子都做好，并且做了两双可爱的鞋子。
也将夫妇俩看着自己做好的东西，想到可以报答小矮人的恩情，不禁发出兴奋的微笑。那两个小矮人看到了，不知道会有多么高兴呢。鞋匠夫妇把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工作台上面，放不下的就摆在椅子上，有的搁在地板上。你看，好多啊！你看他们的衣服就在这边啊，然后在椅子上啊，在地板上。哈啾啊！想有谁打喷嚏啊？那天晚上。小泳裙啊，你在啃床啊，床都要被你啃坏了，要赶快睡觉咯，小泳裙。妈妈，晚安。蜗牛，你有在追剧吗？最近比较少，最近比较多看劇。但是有在看剧就对了。对。我问你哦，然后追剧人啊，常常说 BL 剧 ，BL 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男性同志的，但我没有看过男性同志的。懂哎。懂啊，懂啊。BL 的全名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忘记了。英文很差是不是 ？Boy in love 吗？BL 啊。In love, boys, boys love, yeah, boys, 就是哦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对， okay, 就那么简单，对对对，长知识哦。等一下来是知识型 YouTuber 哦。我都可以， okay, 对，我范围很广，好好好对。好，挺好。